内阁港府在施政报告将检测认证纳入重点发展的六大优势产业当中，展览设置了检测及认证服务展区。有参展商表示，行业在香港的发展空间将会越来越大。好多公司嘅研究嘅地方咧，都系喺香港啦。咁佢哋都好需要呢方面嘅检测同埋认证嘅服务嘅吓。咁当然啦，如果系可以多啲政府如果有更好嘅优惠俾我哋测试嘅机构啦，咁会吸引更多嘅人才过嚟啦。咁会系个做个服务会系更好啦。